Hello，各位好，今天要体验的是舒压拨筋。那什么是舒压拨筋呢？那脸部拨筋的好处总共有放松、舒压、跟活络经络、红润气色跟紧致拉提。那影片中呢是在拨筋前的前置作业，是做脸部的清洁跟去角质。那接下来影片呢会有细节的介绍。接下来的影片呢，就是整个拨筋的服务的过程。拨筋呢，舒压拨筋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脸部呢气血活络。那气血活络呢，对于你的皮肤就会有紧致拉提的效果，也会让你就是得到舒压跟放松感。那气结的原因产生很多啊，有时候是压力、饮食、代谢等等。那建议呢，一周呢可以做1到2次的拨筋，那可以让你的经络活络，让你的皮肤更有紧致拉提的效果。那通常这种服务通常是大概70分钟左右。那什么人不适合拨筋呢？比如说有脊椎跟头部相关疾病的人，那操作过脸部医美的人，或者是问题皮肤。红肿皮肤或者是过敏肌、严重油痘肌，那这些人其实都很不适合。那下一段影片呢，就是会听到我做整个拨筋的疗程之中，就是最有感觉的，所以等一下影片可能会一直哀哀叫。放在这边啊，是这样子。你看这边，我用压力倒是没什么感觉。对啊。对啊，这边。还好。通常有气结都在这边，跟后面这里。那是睡眠不足。也没有哎，就是头如果有胀胀的话，摸起来有杯杯，或者是随便刮就很痛的人，通常就是睡比较没有睡好。所以我就是没睡。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气结。好大，大只。怎么啦？我有感觉到它很大。很大颗气结。那怎么办？直接怎么解开？就是常常把它刮开。好好的前进前进，像我一个鸡巴男子的形象，就会因为这部影片而败退。这里也很痛。这里就没有像刚那一颗的痛吧？这里我就觉得很爽。哎，正常都是这里啊，跟这里啊。那为什么是那里的？就是大部分的人有气结都会在这里。原来是这样子。这个非常清楚的感觉。以上呢就是整个拨筋的服务。那影片中呈现的是最后做脸部清洁。那整个拨筋服务做完之后，我的脸是非常的。放松。那若大家对这项服务有兴趣呢，也欢迎 IG 私讯或者是加入 LINE 官方咨询。好，谢谢各位。